一直听说朋友中存在的刺客，所谓刺客并非是那些爱吃鸡翅的人，而是那些狂烈的爱吃鸡翅的人。这些人有些同性，首先他们非常了解考试界，随便可以说十家以上的考试地点，哪怕他深深藏在胡同里。其次，他们热衷于发掘新的好吃的考试馆子，并且认真的回家写作业，把吃喝体会写成攻略贴在美食 BBS 上。在我了解后，确实有一部分人超爱吃鸡翅。我有一朋友一顿可以吃上50个烤翅中，那绝对的高手中的高手呀，吃的骨头上不剩一丝肉肉。我也酷爱吃鸡翅，可还没达到那种出神的地步，总觉得自己在家做的永远比不上 KFC 的味道好吃。可自从接触了 Cook 100烤肉料，才发现这正是我要找的味道。于是对如何烤出 KFC 鸡翅，怎么样才能把鸡翅烤得更好吃发生兴趣，从爱吃到动手，这就是从业余走上了专业的不归路。原创 DIY 烤肉火辣烤鸡翅的做法步骤：一、主料 Cook 100金牌 BBQ 烤肉料，鸡翅若干。二、烤肉料倒入盆中，用少许凉开水拌开。三、将洗净的鸡翅倒入烤肉料池里，用叉子在鸡翅上扎一些小孔，以便好入味，腌制5个小时。四、将烤盘底铺一层锡纸，刷上一层油。五、把腌好的鸡翅放入烤盘中，入烤箱烤30分钟即可。